飞轮机飞过天，放落山顶伫那阿边，派起武器放火杀人。听讲这是总统的命令，炮弹落伫因的家园。政治扫在因的身躯，春天的花白富满来啊，插在阿兵哥的梦啊顶面。总统先生啊，总统先生，凭啥甲人入门大户，别人的囡仔是死不要紧呐，人命要赚偌济钱。的付出代价，拳头脚大人好在行。总统先生，总统先生，有人已经无依无靠。总统先生，总统先生，敢有耳，敢有听见？总统先生啊，总统先生，和平敢需要牺牲？总统先生，我问你啊，敢讲答案已经随风？如今已经随风去。